节目吧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雷军曾经为小米公司定下了这样一个目标，要做米粉心中最酷的公司。可若要追求这个最酷的公司旗下的产品，则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啦。近日我们在二手平台闲鱼上发现了小米6亮银探索版，卖家对其进行了拍卖，起拍价格为3999元，目前已拍卖至14999元。早在小米6的发布会上，雷军展示了小米6亮银探索版，由于工艺太过苛刻，若要做到四曲面镜面玻璃与不锈钢金属光泽浑然一体，必须保证电镀过程中的绝对无尘，良率仅有10%左右。雷军曾透露，小米6的亮银探索版目前才生产10多部，如果立即上市，售价至少要10万。对此，卖家表示，这是全网唯一一台小米6亮银探索版，其来源也是正规渠道的媒体评测机，拍卖将于6月19日下午19点结束。我也非常好奇，到时最终拍卖价格是多少呢？而且，真的会有人高价买吗？毕竟至少10万的官方售价，买到就是发家致富了呀！